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认错人了，请你出去好吗？我要休息。没有，我没有认错。虽说这件事过去20多年了，我一直在找你啊。我是程大元，你忘了？当年我们的北大荒，当年我们的孤渡河，当年我们的三营一连，我是连长程大元，你是指导员沈小雪。出去。
大元呐，别再转悠了，你赶快吃点东西吧！啊，你看你这一天啥也不吃，这顶不住啊！是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两顿不吃心发慌，三顿不吃的软丢当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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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烦着呢，烦着呢。哎呀，你别这样，其实啊，大伙儿心里都烦。啊，是你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沈小雪？为什么？ 不是，大元，刚和赵淑丽分手，你这又恋上了？你这也太快了，你这！别再胡说八道啊！我就奇了怪了，他难道不是沈小雪吗？哎，你们俩说啊，我老了吗？嗯，没有。我眼花了吗？你烫着了？嗯，啊，没有，大元，你看你满脸红光，俩眼贼亮，是。 虎头虎脑的，嘴大吃四方，屁股大你压他炕。哎，人正常，寿命长。哎呀，行行行，我还没死呢啊！别在这整追悼会那些词儿了。我发现他好像在恋爱。哎呀妈呀，是大元第二春来了啊！哎，第二什么第二春呢？我看你俩在这闹春。别闹了，别闹了。 吃好了再来，哼！吃好了再来。这鸟啊，让你吓傻了，啊！老爷子，哎，大元，老三样。好嘞，村儿，酒啊！真是绝了。嗯，老三样来了，大元，你慢慢喝啊。 人间冷，冷不过北大荒。上半夜尿壶冻成坨，下半夜被窝挂满手。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，花盆里栽不出。 万年字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，毛主席的话儿记心怀，一切交给大安排。好，锦绣河山美如画。 祖国建设跨骏马，我党的农垦工人多荣耀，健康铁锹走天涯。我们就唱着这首歌，30万农垦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荒。第二年，农垦大军大会战，我是报道员，你是广。 播的，我们连里的稿件比谁都多，口号喊得比谁都响。会战的深秋，我得了重感冒，是你
是你呀，背着平板车把我拉到了80里以外的大河里，陪了我3天3夜。后来我转成了老魔爷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，是你，又是你，跪在了医生的面前说：“医生，我求求你们，你们救了他好不好啊？你们需要什么东西从我身上取？我们都是离开父母的儿女，不能让一个人留在了北大荒，不能让一个人留在北大荒。”我的病好，你却病了，住进了医院。出院那天是一个触动，北大荒的触动啊，飘着鹅毛大雪。我用自行车拉着你，我们走到了九曲小镇。走了一半，你说饿了，我身上没钱，我就卖掉了一件秋衣，换回了2块9毛钱。我们就拿着2块9毛钱在路边的小店吃了一碗饭。当时吃的是什么，你还能记得吗？有碗疙瘩汤，一壶高粱烧，还有3个大烧。沈小雪，你就是沈小雪。没想到你还记得，记得这么细。我就是陈大元。我是小雪，对不起你，我是小雪。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，买这么贵的花。是贵是贵了点，不过这是我的心意。我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天天鲜花。咱们之间用不着。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沈正平的。不，哎呀，程大元，谁是沈正平啊？哦，他呢是我20多年前知青的战友，他原来不叫这个名字，原来叫沈小雪。对了，胡市长，我来找你呢，就想问一问，他的病严重吗？哦，挺严重的。没希望了吗？没有。我是听主任说的啊，说他送来晚了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期，所以康复的可能性是非常小，非常小。
在我心灵的深处，开着一朵玫瑰。我用生命的泉水，把它灌溉在爱杯。啊！海军战士红旗相当，紧握钢枪保卫边。哎，不对，怎么传到海军那儿去了？哎呀，那个真行啊，那么多年了，性格一点都没有变，和当年一模一样。哎，你都快奔50的人了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娘胎里边带出来的。怎么着，看着不顺眼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特别的亲切。哎，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送我花的情景吗？记得呀，怎么会不记得呢？老朋友怎能忘记掉过去的好时光？我告诉你，当年我是傻小子，哎呦，浑身冒傻气呀。为了给你送花，一大早我就去兴安岭，好家伙，刺了这么一大堆。结果晚上一到你那儿去，我傻了，让那个叫秦志豪，对，让秦志豪这小子捷足先登了。把我气的，这小子别说，心还挺细，不但给你送了花，还给你编了一个大花篮，我当时真想跟他打一架。哎，对了，后来你跟这小子成了吗？嗯。哎，他怎么没来看你啊？他挺忙的。哎，孩子呢？孩子在加拿大呢，是个女儿。女孩好，女孩是父母的贴身小棉袄。那不对呀。那你都病成这样了，他怎么也不带孩子过来看看你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当年呢，我跟他回城的时候没回得了海州，就去了白城子了。后来呢，他赚点钱，我们就在这儿买了套房子，这才把户口给迁回来的。哦，哎，这样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咱三个人也好久没见了，好好叙叙旧啊。算了吧，改日吧，他真的特别忙。哎，别光说我了，你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就那样吧，切切不过一碟，捏捏不过一团的。我呀，在一个公司当了一个财务科长，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直来直去，得罪人了，把领导从上到下给得罪了，领导一急，小子住院吧，你住院。你呀，肯定是又讨人厌了吧？哎，那爱人跟孩子呢？离了，孩子判给了他。我现在是孤身寡人，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饭吃啊。来着，程大元啊，这时间差不多了，还是回你的病房吧，别影响病人休息啊。哎，护士长，护士长，我们俩呢是20多年的朋友了，我们想在这儿叙叙旧。不是，他现在啊需要休息，不能说太多的话，该累着了。回你的病房去啊！哎，护士长，通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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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是通融的事儿。我说了，他需要休息，这是重症监护室啊。哎，护士长，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个人物关系，你也不知道我们之间有多少话要说，是吧？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的深厚，我们俩有故事。你要坐这儿听听，保证你泪流满面。别，程大元，我说的话还没说清楚吗？这是重症监护室，他需要休息。我知道这是重症监护室，这不是抢救室，也不是手术室。那你怎么就不听？你别吵了，护士长，你放心吧，大元再跟我聊一会儿，我就让他回去了啊。行，那你一定注意多休息，少说话啊。你笑什么？大元，你记得吗？当年你回了城，又回到了北大荒，一定要让我跟你上火车。在火车上，你还跟警察打了一架，那警察差点把我们俩的火车票全给没收了，还记得吗？怎么会不记得呢？当年我是回城了，
我是特别希望你也能回城。后来我在城里给你找了一个进城的名额，我好说歹说，嘴皮子都快说薄了，你才跟我上了火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时火车一开，咱俩，哎，我记得当时那个火车，朋友朋友朋友，火车就要开动，咱俩就开始聊，对吧？好家伙，这一路聊的那个热烈啊！后来啊，我也困了，睡着了。结果让警察给抓起来了，警察说我跟你搞流氓活动是吧？警察还说了，说我长得像个犯罪分子，肯定耍流氓了。我说我没有啊。后来警察就把我带到餐车上去了，结果一来二去一审，没事儿，把我放走了。我告诉你，走的时候我也没闲着，我顺手牵羊，我拿了仨猪蹄儿，我回来给你吃，结果你没吃。哎，当时我就纳闷啊，你是看着窗外哭了，对吧？是的，我哭了。我舍不得秦志豪，舍不得把他一个人丢在北大荒。等火车到了奈何，我就下车了，回到了北大荒。是是，那个时候的人还是很单纯的，很傻的。你说你要半道不下这个车，就不可能在白城里一待就是20多年，你的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。没事，都是命。哎，你这样，你给秦志豪打个电话，我是这儿的老病号了，对有些病还比较了解。这样，如果你要嫌这个医院不行的话，咱们转院去北京上海，咱们到大医院。你放心，钱不够我出。哟，大元啊，我刚才那态度实在是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哎呀，都过去了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不是啊，哎，我想问你件事儿啊，啊，就是那个重症监护室的那个沈正兵，啊不，原先他叫沈小雪，他住院那天谁送他来的？你回想一下。哦，有一个中年男人送他来的，个儿还挺高，因为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他们俩好像是吵过架之后才来，而且这个男的再也没来过。那他留电话没？没，我给你看看吧。这，你看。哎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那个男的还跟我说过，他说轻易不要跟他联系，他要出国。而且还说，等沈正平实在不行的时候再给他打电话。你看，哎，这是电话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啊，护士长。客气。哎，护士长。嗯。那个沈小雪，真的没救了吗？哎呀，这个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我不可能肯定的回答你。不过，还是希望有奇迹发生吧。对了，大元，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哈，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？哎哎，秦志豪啊，我是程大元。呀，你还能听出我来呀？啊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哎。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我呢现在在医院，我碰见你老婆了，你老婆呢正在住院。哎，你为什么不来看看你老婆呀？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不在国内啊？哼，你别逗了，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啊？旁边的人都在说沈阳话，怎么个意思？你在英国沈阳啊？啊？你还是来看看。什么？你俩离婚了？你听我讲啊，离婚归离婚，
但是你俩毕竟是夫妻一场，对不对？你来看看你老婆，她没几天活头了。喂，你别挂我电话，你听我说啊，她真的没几天活。怎么了，大远？跟谁打电话发这么大脾气？什么事啊？哎哎，刘姐，给我准备一把郁金香。早上不是买过了吗？怎么还买呀？哎呀，你快点，快点。哎呀，这正好客人整好来着，是吧？拿去吧。哎呀，哎，大圆，谁住院呢？有钱买点吃的喝的，多实惠啊！这花啊，都是些摆设，咱是老熟人。我跟你说句实在的，别玩浪漫了，不是岁数了，再说也不值。刘姐，他就是个浪漫的人，他就喜欢花。哎呀，不是。我是说，你这送花也得有规矩啊！哎，你都住院小半年了，你看谁有晚上看病号送花呢？他活不了几天了。怎么了？你梅姐，让我把钱放这儿。打今儿开始啊，每天给我准备这么一把郁金香啊！哎哎，这大圆，你这。都是些老歌，你从哪儿买的？哎呀，我知道你爱听老歌，我转了几家音响店给你买来的。大爷20多年了，你还是那样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北大荒，在孤独河三一里营房后边的那个小山坡上，当年我们坐在白桦树下弹着吉他，看着月亮，唱着我们喜欢听的歌。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，要离开热爱你的姑娘，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，照耀在我们的心上。走过来，坐在我的身旁，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，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，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，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。娘，你知道等到了这个时候，就喜欢一个人天天的哭，回忆那些真实的东西。你知道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不想让你入住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想把你留在我的家里。20多年了，想见你，无法见你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到海州来找过，记得3年前的年三十，我跟志豪找了家，他把我打，我哭着跑出了家门，来到了白城这火车站。
我朦朦胧胧坐了火车来到了海州，来到了你们家楼底下。我坐在你们家对面的小饭馆里，晚上的时候看见你跟孩子下来放鞭炮，后来你爱人下来帮你披了件大衣，还往你嘴里塞了一个热腾腾的饺子。看到这些情景我哭了，我哭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你推着自行车带着孩子出门了。那天你穿了一件灰色的皮夹克，围了一条蓝白相间的围巾，是吧，大圆儿？不说了，咱不说了。小雪，其实你的情况，我也都知道了。跟秦志豪通个电话，这小子别让我见到他，见到他我非杀了他不可。小雪，其实这么多年了，你很不容易。咱不提这事了，不提了。咱们现在啊，提眼前的事儿。我觉得从现在开始，你要鼓起勇气，提起精神，跟病魔做斗争，奇迹就会出现。我看过一个报道，英国的一个老太太得了绝症。她丈夫在照顾她的时候也得了绝症，后来他们两个老人互相鼓励，重新恋爱，爱得轰轰烈烈，死去活来，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。你猜怎么着？癌细胞被他们俩的伟大爱情给吓跑了。你记住，爱能治癌。没有可是，他不属于我。小雪，我们曾经相爱过，又被别人甩掉过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相爱呢？为什么不能让奇迹再发生呢？小雪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干干净净的，实实在在的，轰轰烈烈的，你死我活的爱一次。只有一天的时间，好吗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恨不得呀，
哥哥身边，抱着你，真的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什么鬼情啊！好了，哎，好了，来，喂喂，哎，六叔叔来了，来，快点，元儿，哎，我真饿了，点菜，吃点什么？不用看，我呀想让你下厨，我最喜欢你炒的菜了。没问题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来，抱上来。嗯，就给我炒点土豆丝儿。嗯。豆腐片儿。嗯。再炒一个拔丝地瓜吧。得嘞，老爷子，您看，还用着问吗？给娘娘张罗着去。给娘娘张罗着去。走了，行了。哎，老爷子，让记着，老爷子，哎。你给我准备土豆啊，地瓜啊，豆皮儿啊，还有青椒。好，知道。豆皮儿，我说大元，你最近是不学好啊啊？跟沈小雪是勾肩搭背啊？你是想搞婚外恋不是啊？这医院里边上上下下都在议论着呢，啊，这影响多不好吧？哎呀，大元啊，你呀、啊，人缘挺好，为人也正啊，别惹火烧身呢 啊。嗯，说话怎么不回答我？说话呀，大元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话说重了？对不起。沈小雪快不行了，她吃不了几顿。丝儿能拔那么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重做吧。重做，重做，必须重做。呀，没想到又切了。什么呀？那是眼砸了。哎，对，眼砸了，眼砸了。来喽，拔丝地瓜回锅喽。娘娘，您在场上。你是不是在糊弄我呀？还是拔不出丝儿来？算了，吃吧。小雪，小雪。
这个人吧，活到现在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，稍微给他一点他就受不了，受不了。玫瑰，我又是。哎，给我的。程大元。啊。嗯。程大元。香啊，香吧？这程大元儿可太小气了，他，赶紧擦。行。